阁下之龙之变化，龙之为物，可比世子英勇；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若正我攻击，难以取胜。真可谓熊熊不息之火焰。阁下之勇。 远超曹某预料，天下之大，却有几人堪称英雄？平定天下之路，由阁下同行，令人倍感安心。